曾国祥与王敏毅早前被曝于六日在日本举行婚礼，两人刚刚在社交网站晒出婚纱照，正式宣布婚讯。多谢各位兄弟姐妹和记者朋友们的祝福和问候，感谢每位祝福我们的人，感恩。王敏毅身穿长袖婚纱，曾国祥抱着娇妻笑得十分灿烂。稍早有媒体报道，39岁的艺人曾国祥与27岁的王敏毅结束6年爱情长跑，将于9月6日在日本举行婚礼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